小舅子，你是要吃过这台式凉面哦？咱伫日本吃的时阵哦，迄凉面拢是用匀的呢。这头家哦特别交代，讲咱若要吃这凉面的时阵哦，爱先将这酱料拌拌的啦。嗯，好吃。我头一次哦，看小舅子这么爱吃一项物件呢。这凉面讲真正好吃，我早知哦，就加买几份啦。我今麦终身知影哦，人家讲啊，疗愈食物有啥物意思啊？哇，唔是看这物件本身有偌好食，是食了规个心好，拢规个心情拢变好。哎，我头拢袂听呢，真太厉害。嗯。显然有时个对这凉面叫你介意，反应阁叫你大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是谁派你来？すみません，我来台湾佚佗，想要来拜拜，煞无成。你是日本人哦？啊，无算是啦，是住伫日本真久的台湾人。歹势，甲你惊着啊？无啦，是我较歹势啦。啊，我是因为进前拄着诈骗，所以较搞猜忌，误会你啊。哎呦，我看你留足济官呢，台湾足热的吼。来，再给你七官。多谢。啊，无你对我来遐啦，我倒茶给你啉。啊。伊就是尤斯克家后，看起来是一个真温暖又阁真热情的人。来，饮茶。爱记得啉水，才袂着山。多谢。你嘛来拜拜啊？是啊，我是来谢神的啦。这金庙足灵性的，啊，我嘛想等一下顺便去金神殿。你想要求啥？我想要求帝君，让我较早找到阮翁。都已经28年啊，伊竟然还袂放弃找尤斯克。恁翁，恁翁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20多年前，伊失踪啊！要唔过我相信哦，伊还阁活咧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倒来跟阮团圆。心上人失踪遐尼久，早就放弃啊！你奈认为恁翁阁会倒来？因为阿母连心吗？我常常感应着，伊就伫我的身躯边，若是有这个愿望，我才会当甲囡仔抚养大，度过这么多难关。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回来。是的啦，你的过去我嘛真同情，要不过我嘛无想要失去我的红婿。我陪伴在伊的身躯边28年啊，比你甲伊做伙搁较久，我对伊的感情比你搁较深。歹势啊，我刚刚讲咧讲家己的代志，我煞袂记你是来佚佗的啊。对啊。你阁有想要去倒位行行？我会当帮你介绍。哦，我想要知影有啥物好食的，敢唔敢介绍给我？我刚刚介意食白醋凉面啊，迄是家己人特别食款，就是凉面加美乃滋，是阮阿上爱食的。你若是有看到，会当试看卖啊？小姨买迄凉面就一斤个，还是讲伊无伫个八斤？我家己敲电话叫外送。哎呀！喂，皇家食堂你好。我想要一份白醋凉面，啊，大份的。外送啊，歹势咧，啊，阮店哦下晡5点才开始营业，而且阮店无咧卖白醋凉面。啊，
你妈刚是皇家食堂哟？是啊。啊，你应该无唔对咧。啊，之前哦，我的侄子有咧恁店诶买凉面回来，啊，就顶头加迄美乃滋迄种啊，啊，你敢无咧买？哦，原来迄天来迄个人是你的侄子。头家，歹势啊。迄天是阮头家伫咧，啊，阮拄啊试着伊讲好，阮才买。啊，不过即马白醋凉面也未放伫个美女店馆，我无多做主。啊，那才无拄好啦。头家歹势啦。啊，若无我帮你查一下，看台北阁有倒位咧卖。啊，是讲北京的口味甲恁的敢有共啊？迄就歹讲的，因为迄凉面哦是阮妈的私人配方，啊，伫外口买的应该口味有淡薄出入。哦，原来哦。原来是恁妈妈的配方哦，不怪啦，不过我吃起有种啊幸福感觉咧。其实哦，你免替我查啦。啊是安尼啦吼，我是为日本回来的啦。啊，你甲恁头家讲一下，叫伊赶紧买凉面啦。我真希望讲我回去日本之前哦，会当阁吃着啦。是安尼哦，那呢，头家你若真正想要吃，我随替你做，啊，等下帮你送过。你要替我做哦？那好意思啦。没啦，你是为日本来的贵客，若无做好你家，我对头家也就歹势啊。哦，安尼太感谢你啊，多谢哈。那安尼，你甲我讲地址，我抄一下。南明一顿啊，别讲啦，我叫外卖，连面做伙食。哎，对对对，别讲，太多我打电话去叫外卖啊。接我电话的店员哦，哇，对我偌客气，偌亲切嘞。店员哦，我加个接补一挂，感谢伊啊，这么大个天气，要专工哦替我送外卖。这就是人伤好，对身边人真大方。应该送到位啊。你好，这是你订的外卖，总共是150块。歹势，我接电话了，敢是你？我听起来声音无啥声。接单的哦，是食堂的员工啦，啊，伊咧无闲啊，所以临时叫我来送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，是你只。哦，疲劳你接补啦，真感谢你，各位早起走。啊，多谢啦，欢迎继续跟我们搞关。好，一定，谢谢。如果是你先去我两桌吃点啊。哇！吃白醋凉面啊，迄是家己人特别食法，就是凉面加美乃滋，是阮阿上爱食的。你若是有看到，会当试看吗？哇！那美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无啦，我拄只有看到蚊仔爬喺内底，无卫生啊！我今日食了歹巴肚，我唔知会怎冲崩。蚊啊，无啊，我无看呀。我来就好啦。免啦，啊，外面只熬热，你拄转来。好，你休困啦，我来收就好。哎呀，尤斯克，这小吃哦，蚊较无卫生啦，而且今麦天气这么热，这凉面真紧就歹去啊。安尼食了对身体无好，另外一下我替你单调哈。南明，奇怪啊，食这凉面，跟南明反应咱这么大，是怎子？刘世凯，你手去洗洗，我叫小韩买物件回来给咱吃就好啊。哦，好啦。
世间竟然有这么痴情的查某人，后世拢已失踪28年啊，还佫未死心，真正足可怜的。我到底是应该安怎做，对优斯克较好呢？你的任务真简单，把这项物件诚心交在对方的手头，绝对袂当让任何人代收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无应该你好奇的，莫去摸，莫去看。任务完成了后，你自然随着尾款。好哩，请你放心，我绝对遵照你的交代。等下，这项物件送出去了后，约斯克就要跟伊的过去告别啦。我敢真正有这个资格，坐在上帝之手，影响尤斯克的人生。狐狸，狐狸，还佫有最后一件代志。你走出这个酒吧了后，你的动作完全无来过，你完全无看过这个人，今日一切拢无发生过。是。我是在想啥？我不是什么上帝之手，我只是一个就爱我红腮查甫人。红腮痛苦，我来消毒；红腮快乐，我来创造；红腮幸福，我来扶持。我是熬去约斯克的家老，这就是我一世人的责任。每个月上照月亮的资料，马爹讲。哎，我是为你行情三倍计较，所以干来当成功袂用个失败。生意有够，代志就好办啦。你等我好消息。阿哥有啊。万不然啦，真正有啥物事搞差，我甲这件代志无任何的关系，了解无？笨蛋个。我那是插头，头一个抓你种咕咕哔哔，放较轻松的啦。叫你请。咱是孙丽红，将我暗管啊电条的，我敢有需要这样黄叶叶？这十亿个代价，真正足大个。我一定要去想办法，两早脱离孙丽红的控制。本家处长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就是阮东京上野集团的副社长阿奥基纳米。本家处长，你好。确实是奥基南面，伊来台湾敢是要来讲生意的。战前伫日本叫西面，我拢已经放弃甲东京商业集团合作的想法啦。即摆只尔拄好，互我拄着，敢会是天公伯啊，搁要给我一届的机会？